叫那么大声，生怕别人不听到，听不到是吧？坐。这什么、啊？这个黑不拉几的是？土豆丝。土豆丝，这个是土豆丝啊，这么大块的。这个嘞？现炸土豆片。你这土豆片啊，这土豆块，人家土豆块都比你的小。没肉吗？家里面为什么不放点肉进去？这是什么？土豆泥。生的还是熟的？这个熟的。这个人吃吗？你说你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人吃吗？这个来，给你，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最爱喝汤吗？土豆汤，清汤寡水的，怎么吃？怎么吃？你说怎么吃？这个，我叫你做三菜一汤，三菜一汤，你全部给我整成土豆。就知道吃，一天到晚啥也不会。最后倒杯水来。你想胖死我啊？你吃这个。做汤的时候不要放这么多盐，太咸了，知道不？等一下把这里收拾干净。